们来到的是洛杉矶东边的 Indian Wells， 这地方有什么特别呢？夏天非常热，它距离 Palm Springs 只有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车程。那每年一度，这边都有举办一个全美西最盛大的一个网球赛，叫做 BMP。这个地方主要特别是这边全世界只要最厉害、最厉害的网球选手都会在这边比赛。法国巴黎银行过去37年均积极参与大小网球赛事，依照集团赞助政策支持法国网球公开赛、戴维斯杯、联合会杯、巴西巴黎大师赛、罗马意大利公开赛以及印第安维尔斯的法国巴黎银行公开赛。印第安维尔斯在南加州，距离洛杉矶市约125英里，属于 Palm Springs 沙漠地区。这项在印第安维尔斯举办的大赛是 Masters 1000分等级赛事，吸引全世界顶尖好手与会，每年3月为期2周赛事，共计吸引超过45万观众购票入场。这里的球馆落成于公元2000年，大小共有29座网球场，包括可容纳16100人的主球场，即使是2号球场也可以容纳8000名的观众，规模是全球第二大。既然难得造访内陆沙漠，我们总得找点美食交代一下。在印第安维尔斯网球场内，正好有一家内陆限定的披萨名店 Piero's Pizza Vino， 这是总部设在 Palm Desert 的意大利餐厅，以贩售正统披萨饼和通心饼闻名。他们的菜单很简单，但味道却很有层次。Piero Bianca 就是以白酱为底的白披萨，加入 Burrata Cheese 和松子调味。另一个 Pizza Rosa 是以番茄为底，搭配 Mozzarella Cheese 和罗勒调味的红披萨。通心面一样分红白两大类，独家酱汁配软硬适中的通心面，令人回味无穷。除了在那边看网球比赛之外，还要吃美食。这边有很多家都会连锁的，也有一些不错的餐厅在这边。我们刚刚挑到一家，就叫做 Piero Pizza Vino， 他们有卖所谓的这个 pasta， 东西倒很不错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因为大排长龙，所以我相信应该是蛮不错的。嗯，哇，我吃到鸡肉，这味道真的很棒，非常入味。再吃一下面条，嗯，我觉得味道非常好，而且这个面条呢很有嚼劲。嗯，来这边除了看网球，就有美食，也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嗯，味道非常的好，这上面有蘑菇，还有白起司，还有一些洋葱，然后这个面皮也好像手工又拉的，非常好吃，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味道真的很棒，很不一样，跟那种一般的 Pizza Hut 或者是 Domino 他们那种用机器做的完全不一样，它是完全用手工做的，我觉得相当不错，给你们大力推荐。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哦。我们是 Kelly Navi， 那我们在 Facebook、YouTube 还有 YouTube 上面都有哦。